进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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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啊，一下发现都忘记掉了，不好意思啊。没事献殷勤，说吧，又想干什么？叔，今天你一定要帮我，你教我做虎皮青椒，争取让你明年当上师公。不要老是卖乖，手艺这玩意不是师傅不教，关键是你要认真学，师傅领进门，修行高个人。去把辣椒拿过来。好，来。 OK， 我们先出一块肉，把皮走掉它。今天教你虎皮青椒，还教你做一个青椒酿肉。 OK， 哎，差点掉了，把这个排进去，排个三四个。你再抓到我就不对，抓到你要这样子。来，还是我来吧。青椒酿肉了，我们给它多一点肥肉，咬过去更有口感。点一点这个料酒不行啊，再剁它。等这个肉剁的差不多的时候，再把这个掺进去剁啊。来，你这个徒弟吃，刀就像我们厨师的手，要人刀合一。这个加进去，增加它的口感。好，盐，点点的盐，蒜泥加进去，把它中间的籽给它弄出来。跑到眼睛里去了，啊，水洗一下，还是水冲一下。哇，师傅，这弄的眼睛很辣。哼，等一下你女朋友来，我给你箍了嘞。都辣哭了。拿一双筷子来。这还不够啊，刚好在这里。做厨师啊，看起来是个很粗的活，它其实非常细。粗中有细，对啊，你看那基本的摆盘。这个等一下，这个我们这个做虎皮椒先兑个汁，生抽、醋。还有一种辣椒是皮比较厚的，可以把表皮的皮撕掉，再拿去煎啊。这皮的外面来，现在在上面煎啊。你看，别那么不别那么吗？哇塞，你好厉害哎！你看我真的是不厉害吧？多吃点。这小子，其他本事没有，女朋友啊，倒是一套又一套的。哼。